小倩还魂，王祖贤美回来啦！人生路。你阿伟啊，小倩怎么变成司马玉娇？啊，一起翻嚟主要系玩定系工作啊？还不是因为小倩日前现身香港。这副尊容被网友说撞脸司马玉娇，宝姐你怎么看？今天还有另外一则消息，就是现在鬼月，大家就会想说，真的有那种神秘的抓交替事件吗？对呀，司马玉娇不服撞脸小倩，立马俩高腿说比较像叶欢啦。的确，叶欢的柳眉电眼跟祖贤现身，隔天有人带坡的美照比较相似。他想说小倩容貌变得真快呀，没想到昨天又进化了。你不要这样喊我，喊得我心里难过。他昨天现身香港机场，准备搭机去温哥华，引起路人旁观。小倩起初都拿着 iPad 遮脸不给看，就是不给看，也帮苹果做足广告。但经海关前硬是被要求放下，整张脸才见了光。Amazing！ 这样仔细一看，才发现小倩你又回来了，你终于。